彩虹屁世纪大 battle，Let's go！ 你好高啊，你好骚啊，夸我啊？难道我没有优点？你都没有什么？你的皮肤好好哦，你今天眼影真好看，都没有卡粉，你的比例真好，你的鼻子真挺，像个仙女一样。看这个厚嘴唇多么的性感，虽然你有点胖，但是你的眼睛很大，你的双眼皮内双比别人的好看，胸我也爱了。崔崔你胸好大，脸好瘦啊，你好白呀，眼睛好大呀，你的袜子好好看呀，你的肚子好小呀。我真的觉得你跑得超快，就像一个小猎豹一样。你和你对象都太优秀了，让我很喜欢。你为什么要喜欢我对象？因为他的审美证明他对象是一个优秀的人，他能喜欢的人，我喜欢他喜欢的一切。你是我见过彩虹屁出来最好的女孩子。那当然了，对你用多美妙的话都不过分。你不要喜欢我了，这样不好。我不喜欢你，但是我喜欢你的品质。你笑了？没有，一想到你唇角就不自然的扬起，因为你太完美了，我好喜欢你，受不了你了。夸食物挑战，像夕阳下的落日，它摸起来感觉比你的脸柔滑，还像夏日的甜心蜜橘，散发着恋爱的味道。它的皮可以用来清新空气，橘瓣上面的纤维非常多，有利于促进人体消化。词穷了，它词穷了。你看刘昊然这裤子穿在我腿上就是像《风云公园》的裤子，为什么穿在他腿上这么好看？他这个姿势看上去这么土，但是还是好帅。他的配饰驾驭的好低调奢华，而放在我手上，我就是一个山西的煤老板。他的卧蚕好好看，比我的还好。我编不下去了。你看这个碗，它有大有圆，就像这个面，它有长有宽。你看这个面，它有长有宽，就像这个碗，它有大有圆。吴亦凡你好，我是谁不重要，你看这个碗多白。对不起，我说不出来。看这匹美年达，它的腰多么的细，爱了爱了。这个纹理有点像腰，是我很喜欢它。这匹美年达多亮多沉多好看，要不要来一口啊？这匹美年达螺旋的腰身表示着积极向上的态度，我们要向它学习。那你还是认输吧。我认输吧，我认输吧。我一看，我觉得它就很好喝，因为绿色是充满了生机的颜色，它在我心里独一无二，不灵不灵的。小眼睛也会有光芒吗？那当然，小眼睛才炯炯有神，看着它独一无二。你见过这么好喝的饮料吗？反正我是没有见过。超级好喝，尤其是我刚才刚吃过饭，现在感觉就是刚才的饭都消化的差不多了呢。入口即化，绵甜芳醇，宛如浓浆玉液。你在舌头上能感觉到它的气泡，而且就是那个气泡消失之后，就感觉到很甜。从颜值到瓶身的设计，都非常符合人体的动力学。比如说你跑步的时候，跑累了拿起来它喝一口，就为跑步者爱运动的人而生。它能补充你的能量，弥补你之前消耗的损失。牛批！我输了，我输了。失败方要接受爱的魔力，转圈圈哦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转眼会不见，我要慢慢冒险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认为谁的彩虹屁最绚丽多彩呢？夸赞别人真的是藏技术活。彩虹屁你学会了吗？来，刘昊然学长正在组建彩虹屁啪啪群，快去围观一下吧。首次腰围19.134公分，连数值都散发着爱的魔力。都没有人闻到吗？空气中都爆发出橙子香味。美年达爆款水果瓶全新上市，瓶身像爆发的橙子，一起来尝果味大爆发吧。美年达爆款水果瓶全新上市。